好，谢谢，来，您请。好，谢谢。我都喜欢学木头。是啊。但我们没有看过木头。所以现在赶快按。让你再按，我们不要打扰附近的居民休息，请不要按一次喇叭。好，按到了。好，按到了，可以了。前面这边大家会走走停停的，所以小心。哎，妹妹，刹车帮我按一下。好，谢谢哈、哦，放开。放掉，好，谢谢。座位调整都可以哈，对，谢谢哦，好，谢谢。叔叔一开始要很辛苦。啊？到了我需要帮忙的时候再骑。好。所以乘客，我们骑乘过程中，请不要停下来拍照，以免发生后车追撞，发生危险。所以，请你不要停下来，谢谢你的配合，谢谢。好。你看，好，我不踩了哈。好，今天一样是挑战嘛。嗯，挑战，别挑什么。晚上会比较漂亮。过山洞要交给你，好不好？好。山洞进去有的上坡，那个交，然后开始变快以后就交给你。那个上坡我大概行，因为都已经快上坡了。好、啊。先让我的腿先休息。这是路过人家的民宅，永远是晴天。这是一间民宿。永远晴天。对。不是永远是晴天。永远晴天，我这边轻松，对不对？晚上比较凉，对不对？现在如果再晚一点的话，夕阳啊，今天夕阳没好，夕阳不知道会不会很漂亮。来，爸爸踩就好了。哎，这小卷看一直飞，晚上来其实不错，对不对？但它晚上只有七到九月而已哦。然后这是因为要情人节，有没有？七夕情人节，所以它才用。七夕情人节是哪时候？七月七号，下礼拜三。我们这影片会在下礼拜三上片。然后呢，所以它前面海底隧道里面也变成一个爱，很多爱心的图案。真的？对啊，上次来就看到了。然后过了爱心图案，过了隧道以后呢，就是爱心隧道啦。你说七月几日？七月七号。如果农历的就看海吧，那鲤鱼旗呀、啊，鱿鱼旗呀、啊，啊，小卷旗呀、啊。这边开始呢是各国的爱哦，知不知道？Yeah.
面夕阳不错，对不对？你看前面这个，前面这个交给那个。我们接下来来到是，哇，它晚上变一光了，对不对？落后太久了，后面是整的妈妈车队，妈妈卡住了，你先骑一下啊。真的是妈妈车队。对啊，这边真比较难骑，我慢一点好了。妈妈太慢了。妈妈车队。哇，有螃蟹啊。哦，你看左边，飞，小心小心，撞到了，按太慢了，能接下去了吗？有没有好玩吗？
下次见，拜拜。